Hello， 我是 Dr. Jenny， 等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知识啦。膳食纤维适合在什么时间服用？膳食纤维在任何时间都可以服用的，而不同的时间服用呢带来的效果都会不同的。我们可以临睡前半至一个钟服用，一般上膳食纤维的作用时间为八个钟，第二朝就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帮助排便啦。当身体习惯了这个模式之后呢，就可以帮助维持每朝早排便的习惯的啦。想要进行体重管理的朋友呢，你都可以试下饭前服用的。膳食纤维是可以增加饱腹感，都可以刺激到饱腹感荷尔蒙的产生，减少这个饥饿感的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的食欲就可以得到更加好的控制，同时帮助减少热量的摄取。如果喜欢吃甜品啊或者喝甜食的朋友，你都可以选择在下午茶时间服用这个低糖和低热量的膳食纤维饮品，而代替这个高糖的饮品，减少糖分的摄入。另外，服用膳食纤维之后，你需要多点喝水的，才可以达到更加好的肠道蠕动的效果。